掉。不好意思，那个甲对有八团的无哈，甲咱伊尔。我开第一哇。我开日本。你卖本，我卖酒啦。卖酒。哎、欸，这有感情的，你讲你好不好？甲破个破声吹的，可以啊。愿洗出手尾，放乎袂记你。甜蜜蜜，每日卡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荣华最盛，因何偏偏对你钟情？机会呢，可以跟大茅屋结这个缘，还有跟所有线上的，还有所有的有爱心的厂商们来结缘。我自己是养过毛小孩17年的人，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大家爱毛小孩的心。而且要记得一点哦，因为呢，帮毛小孩保养，事实上比帮人保养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舒服，他不会讲。是，我们人不舒服，会说我感冒，我怼啊，那我不来看医生。毛小孩是你必须要更多的耐心跟观察力去注意到他的不舒服，那所以他们的保养你就必须要趁早做，而且要超前部署。所以我要祝福所有的毛小孩，每个人都找到你最好的主人，也要拜托所有的主人用你全部的爱给你的毛小孩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哦。